原来是奇怪，他身上总共有几个蝴蝶结啊？有人可以算得出来吗？刚刚这是什么？看一下，太大了，那要这个。这个照片也还好，因为我有看过全裸的。想不到吧？不是啊，我们有一起去泡温泉过啊。你不信是不是？那我只能说，期待有一天科技可以更进步，可以把我脑中的画面传达给各位。看这什么？等一下，这什么东西？这个舞也太好看了吧！他的动作真的是长这个样子吗？哇靠！发明这舞的人是天才吧？不是，这剪辑超没礼貌，这剪辑全部都没有脸是怎样的、啊？不可能啊，一定会有某几秒、某几分钟是有脸的时候。奇怪，棒球的舞为什么都是长这个样子？故意的，是不是啊？原来是奇怪，他身上总共有几个蝴蝶结啊？有人可以算得出来吗？刚刚这是什么？看一下，太大了。那要这个，这剪辑怎么看不完啊？太大了，那要这个，昨天就我们 UNA 这边最顶了，是不是？我原本工作回来还想说，干好累哦，撑不下去了，人生好黑暗哦。现在又有精神咯，又有精神，可以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咯。打打的也很猛哦，真假的？有打打的可以看一下吗？也不能说看啦，就是我们现在来那个学习一下女实况组在情人节这天是怎么开台的，我们也许可以效仿一下。这样是可以的吗？看到了啦！看他这样子没问题吗？什么安全裤？我说他是内裤，他就是内裤。不要跟我说，我不想听，他才不是安全裤，我就是看他内裤了。看来昨天各位那是稽查的很凶哦。聊天室不如我们来达成一个协议，以后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就先帮我注意一下，然后我隔天开台的时候来稽查。这样子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哦，我们是为了要帮月熙知道天底下大事，知道现在女实况主要干嘛。是月熙要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在实况的生态，然后我也可以正大光明就说，哦，因为那个观众现在我们要来复盘一下怎么样如何精进成为更好的实况主，如何让自己的台更有内容，这样子我们就双赢了嘛，对不对？这样子你们也不会一直在那边被讲说，哦，社狗都在那边看人家什么有的没的，一直要被靠背，社狗一条心。乱讲，谁跟你们一条心？我们一个来稽查啊！这位老哥又怎么啦？干，我怎么有留言？干，我是社狗吗？我怎么有留言？等一下，我怎么忘记我有留言啦、啊？还是我太兴奋了？那是在一个太兴奋的状况之下，忘记自己有留言了。好啦，反正老哥要发写真了，是不是？啊，你们说是什么全裸、哦？全裸不露点吗？看太多一下就忘。不是，不是，我真的忘记我有留言了。哎、欸，我怎么会不记得我有留言啊？哎、欸，忘记留言还好吧？我也没怎么样啊，我就是看了他的贴文，然后有留言帮他增加触及、欸。哎，大哥不去看许鱼的吗？许鱼的又怎么样了吗？我不得不说，这个来福的屁股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可以放吗？他是整个屁股露出来、欸，哎，我感觉好像跟来福异曲同工之妙。哦，我才不要成为下一个因为屁股进金字塔的人呢、欸，我才要跟罗杰一样蠢。叶子的，我看一下，这个我感觉好像还比刚刚那个还好、欸，哎，这个被 IG 官方剪，那为什么你们现在看得到？所以被警告不代表一定要撤掉，是不是？还是怎样？他的这个样子，然后被警告，然后我发了一个根本没说什么，我就说我要扁人而已，直接被删文呢、欸，什么仇恨言论，然后什么煽动暴力。哦，我想起来了啦，绿宝在那个沙包上面签名啦，白痴哦、喔。然后我就说绿宝没被贬过，然后我有标记他，直接被删文。不过这个照片也还好，因为我有看过全裸的。
想不到吧？不是啊，我们有一起去泡温泉过啊。你不信是不是？那我只能说，期待有一天科技可以更进步，可以把我脑中的画面传达给各位。我只希望科技能够日新月异啊！有一天如果进步到你只要用想的就可以把你脑中想的传达给别人的话，我只能跟大家说，大家都有福了。很多女实况者裸体我都是有看过的，所以你们要好好的活下去啊！等到科技进步的那一天，你们要好好的保护我啊，不要让我有生病受伤什么这样的状况出现啊。先想定价，定价是不用啦，好东西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大家好好努力的活下去，知道吗？如果你现在觉得人生无趣，没有什么希望，或者遇到什么挫折非常的低潮的话，你只要想想有一天你可以看到月熙脑中的画面，就有活下去的动力了。还有哪位妹妹呢？欸，这个是小芝吗？哦，小芝现在这么顶哦，她原本有这么有料哦，这也是那个 CK 系列是不是？这感觉有这一条的好像都是什么 CK 系列。他以前照片没长这个样子哎，哦，那现在应该是掌握流量密码了，是随便滑一滑，跟前面的差蛮多了。哇，这是哪位大哥啊？嗯，这是哪位大哥啊？哦，这个是花花哦，是太久没看到啦，这张也太不像了吧，老哥，奇怪，这样子就蛮像的啊，啊，为什么这几张不像啊？是角度的问题吗？超级看不出来谁是谁的啦。没有啊，这个也有化妆啊，可能画的方式不一样吧。那好像不要戴眼镜比较好看欸，有一些人是戴眼镜比较好看，他好像是不要戴比较好看。他有刺青吗？有刺青的女实况组多的是吧？这位大哥也刺青啊，那你怎么没说？我们 ET 也刺青啊，超多人都有啦，谁没有啊？我怎么不刺哦？我不能刺啊，主持没办法刺啊，不是没办法刺啊，就是有点麻烦，你要遮，有些有的没的，我是嫌麻烦啦。完全可以刺啊，只是我觉得很麻烦。刺脚底，你说反清，然后这边不明了，结果刺成清明重阳，你说我要。跟那个总舵主说那个暗号哦，看反清复明啊，那个暗号哦，暗号刺在脚底哦，小丑八旗打倒图旗，不要自己在那边自创 slogan 好不好？刺脚底很痛，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刺脚底比较痛还是刺哪边比较痛，听说这里也很痛，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都没刺，所以我不太确定。刺哪边不痛吗？就是手啊什么的，这个比较常会碰到或者是会使用到的地方本来就比较不痛。这个是谁啊？哇，也太跳了吧！他这个又海梦，然后又小英娜，也太跳了吧，老哥！他修图的方式跟依依的很像、欸，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修的，还是他们学的是同一套的。他修的方式跟依依超像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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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套滤镜的问题。他们这个修不是套滤镜就没事了。你把修图想得太简单了，老哥。他们这个修图滤镜之外，还要调一大堆数值哦。他们修是要这样。放一个超大，在那边磨那个边边什么有的没的，我是不知道实际操作要多久啦，不过就我所知，这个毛是蛮多的。现在有 APP 可以一键了吗？可是如果你要精修的话，感觉好像不是 APP 可以解决的事情。如果要弄的话，好像是真的可以弄蛮久的，但我都是滤镜套一套就算了。